踢七，二踢一踢七。十咯，系咯，阿師傅話20蚊，你又要問大啲啦。有25蚊兩隻都有。我唔要嗰啲咁細嘅，我平過，我只要嗰只大啲嘅。大啲咪170咯。唔係成日有啊。你要揾嗰個 size 啊，就係咁啱嗰個 size 先有嘅啫嘛。呢啲花生要唔要？都唔要。好。平常喺香港真係，因為上限真係500幾嘛。307，有冇加其他？冇。幾錢？307。节目当中也提到了，就是在2002年的
剪下剪下都过瘾啊！你啲老蒜啊，皮头，整下啲南花生食啊！时不时嚟。再加半个猪头，好吗？238。也是十两味，我们的公司就是一条狗之外的白天，这个要求它的像汤姆，我们是因为什么呢？有关于说。我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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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知